好，这把 BLG 一定要换线，一定要换线，换不了就记。好，舒服哉打你一套，欧文要被打死，治疗过来给，要给你 Alec 压力， Alec 也被压力出来的闪现，欧文这套卖血卖出了 Alec 的闪现，还真有弹幕知道，很聪明啊。对的，他就是用自己分身去挡波比大，啊，撞到墙上没用，过马玉血是有大的，欧文过来偷一刀，但小威这么侧面给打起来，但中路优势啊，中路左手的优势太大了，完了，小欧文要被秒了，漂亮，欧文这谁用普通没有啊？因为中路左手的优势大，这里撞到狐狸，狐狸这里还有闪，还有一段大招，你交大，我也交大，狐狸还有一段大招，好，飞哥是没有机会追击了，那张非常漂亮，没有人阵亡，杀到欧文人头，这边飞哥还在操作，飞哥一个 Q 技能会把位 Q 死吗？把位 Q 死了，又刷新大招又溜了一下，飞哥没有蓝了，飞哥肯定是瓮中之鳖了，飞哥好没有操作空间了，而且冰也来了，这波其实。表面上 BLG 拿了四个超中，但是冰很亏，正面干嘛，因为宙斯领先个 TP， 但宙斯没有时间 TP， 正面又打起来了，这边叽里呱啦又开始一段战状，完了现在要被魏锁死了，这就是魏啊，魏是很 counter 蝎子的，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敢选蝎子，因为魏非常 counter 蝎子，狐狸没有魏没有灵魂的，而且狐狸这个英雄说实话他就是个辅助，他出什么装备他都是辅助，他出帽子他也是辅助，出法阵鞋他也是辅助，飞哥这里被钳住了，飞哥还在给机会吗？飞哥可能要给机会，有机会偷狐狸大吗？飞哥这里没有大招，飞哥交一个闪现留一个 Q， 但是飞哥这里还是要死掉，一个钳也没钳住，漂亮，这样飞哥还是给了机会啊。哦，上塔这样的话通过飞哥的失误 BLG 打了一波大经济回来，一个人头300块还能吃个防御塔，还能吃两波线，能打1000的经济回来，飞哥立功了，但正面上欧文没有闪现被打到机会了，艾勒克被逼闪，这边宙斯在侧翼过来挠痒痒，挠死你也没敢挠到底，赶快叫一个大招，因为看到冰来了，空马玉血打闪现拉开，空马玉血这个位置肯定是必死无疑了，闪现一个一技能，漂亮的闪翼，小威开不了这个位置有闪现，赶快交闪拉开，那这样没有打成了一个一换一，福乐呀，啊，这边宙斯要被单杀了，漂亮漂亮，什么情况，冰怎么把宙斯单杀了，在一个没注意的角落，我埋头准备拿东西的时候，好，下路过来找软柿子了，柿子就找软的捏一个 W 晕到一个，还有大招先交一嘛，好，飞克交踢，你交踢我也有踢，看宙斯怎么逃生啊，这蝎子还来钱，完了飞克蝎子只钱到一个没钱，好，那这样先记到六只，还有拖时间，飞克这里要倒地，飞克完全没用啊，这把好，这样经济狙一枪，一人一枪，你一枪我一枪他一枪，一人一枪，非常漂亮，下路又是靠的兵又打回来了，好，大龙可能要给了，看欧呢应该没有抢的机会吧，波比是有大有逼东的，赶紧躲到逼波比走，波比没有看住欧纳，这是个坏消息啊，波比没有看住欧纳，你给我来锁锁了，艾勒克，艾勒克交闪还把狐狸撞到了，古马玉闪现往前走，我日，哎，冰 he still alive， 冰不能死啊，四打五赢啊，哎，这波说实话双路背大锅啊，欧文艾勒克都要背锅的，欧文没有看住魏，能让魏走到这儿来吗，魏在这儿能从波比脸上走到这儿来，然后魏一个大锁艾勒克，艾勒克又把狐狸打飞了，但是我说句公道话，这波理论上来讲是欧文全责，这波就是欧文全责，欧文没有看住魏，他不可能让欧文，不可能让魏那样走路走过来的呀，自己是波比，有 W 可以挡魏的 Q， 有 E 可以拖时间，对吧，让魏过不了，过不来还有大招，自己还有闪，欧文不可能让魏走路走得那么舒服啊，哎，欧文敢不会玩波比，我说实话波比熟练度太低了，啊，锤得漂亮的飞哥看到队友锤了，赶紧上来送一个，飞哥立功了，飞哥死了，但是冰也死了，冰可不能死啊，冰比飞哥有用啊，现在来钱到一个 carry 钱辅助没用啊，
狐狸有机会收吗？狐狸收了卡莉萨，狐狸这波 Klite 有机会表演吗？但队友全部只有一滴血，哎呀，队友全只有一滴血啊 ！Klite 也不敢再表演了、啊。闪现过来往前走，知道你克莱特没闪没大，波比过来当保安，保不住啊！那我拿我的命保你好吧？好，那这样的话保住了狐狸的性命，自己欧文拿命保住了狐狸的性命，那也赚啊，总比狐狸死的强啊！欧文这波没问题。玩波比就是要肿啊！啊，这里蝎子又被留住了，你看看这只蝎子打位啊！魏根本蝎子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，因为魏太 counter 蝎子了。冰进场，那冰一个人能打四个吗？打不了吧。蝎子没闪没大没惩戒，右边有卡利斯塔，保守估计大龙能秒2500到3000。飞克尔一个抓娃娃，抓出了一个闪现，推给蝎子大飞克尔过来钱了吗？哎呦，左手这个闪现交的非常及时，被钱过来就爆高了，完了，左手还是倒了。T1 好像没有准备打大龙吧？要打大龙，想要尝试一波，趁着左手死了，想要尝试一波嘛 ？T1 想要尝试一波啊！飞克尔一个抓到欧文，但欧文有 W。没冰呐、啊，冰下一波冰马上续上来，时间还有30秒复活，没有惊现能力。贾克斯有中药吗？贾克斯没有中药，没有中药的贾克斯没有惊现能力。波比欧文这个时候想立功，想去拿自己生命断线，但是可惜没机会。这边还要尝试一波，左手还有15秒复活，有点难受了。现在来了一个钱，捡了三个，现在抢的很漂亮，但是被一个锁了又锁了贾克斯了，贾克斯被束缚在原地，贾克斯冰被秒了。欧文这个时候甩起大招，因为 CD 刚转好啊。这给 Faker 镜头吗？这感觉这把还是靠鬼欧老师 C 的，哎，这把鬼欧完美发挥啊，鬼欧0失误，这把 MVP 100%是给鬼欧的。如果给 Faker， 我只能说我卸载游戏了。这把我敢，我这么说，导播你敢把 MVP 给 Faker， 我把游戏卸了。